二零一九年，一部改编自《猫腻》同名小说，由孙浩执导、张若昀、李沁领衔主演的古装大男主剧《庆余年》上线。该剧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和复杂的人物关系，一经播出便斩获了无数观众的心。时隔三年之后，这部令观众们心心念念的《庆余年二》终于宣发开机预热，除了大致的启动时间之外， 还爆出了一众主演的回归与更换，《庆余年二》的回归演员公布，张若昀、李沁领衔，严彬云人选大爆。在已经公布的有关《庆余年二》的消息中，作为男女主的张若昀、李沁被曝率先回归。关于这一点呢，还是很受观众们支持和认可的。除此之外，老戏骨吴刚、高曙光、田雨、李小冉以及新晋人气演员宋轶、郭麒麟。 刘端端、张浩伟等人也是均在回归之列。遗憾的是，作为老戏骨担当的庆帝饰演者陈道明缺席了这部《庆余年二》。陈道明饰演的庆帝一角可以说是极尽人心、入木三分，可是却因为该剧一直拖沓的缘故，作为饰演者的陈道明发布了辞演的消息。陈道明作为前一代演员中领军者的存在，无论是对剧作的整体把控， 还是对角色的诠释塑造都可谓是堪称极致，《庆余年》也正是因为他的加持，才多了一份优质感。可是如今《庆余年二》开机在即，他却爆出了辞演的消息，属实令人遗憾。不过呢，新选定的庆帝饰演者呢，也受到了不少观众们的认可和支持。他就是凭借《伪装者》和《琅琊榜》大火的刘奕君。刘奕君也是一众老戏骨中的佼佼者。 他自两千年出道之后，用二十多年的演艺生涯，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经典作品，比如《大清官》《追梦》《父母爱情》《北平无战事》等。因为二零一五年的《伪装者》与二零一六年的《琅琊榜》的热播，大器晚成的刘奕君火遍全网。随后主演大剧《远大前程》《外科风云》《卧底归来》《扶摇》《陈红年代》《建王朝》。 开端等作品接连上线，如今的刘奕君已经算是妥妥的实力派老戏骨了。倘若非要找个人代替陈道明出演庆帝一角的话，可能还真是就只有他合适了。与此同时呢，作为最后一位角色的饰演者，肖战也得到了公布。在《庆余年二》宣发预热之后，肖战特邀出演言冰雨一角的消息便出现了在网上，一时间可谓是人气拉满。 本以为经过三年的搁置，肖战人气早已是位居一线，严冰云呢还是个配角的设定，《庆余年二》恐怕是再也等不到他的回归了。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肖战竟然回归了。目前呢，有关《庆余年二》开机的消息已经出现了预热，官方呢也以张若昀饰演的大男主范闲做了宣传。但是今年恐怕是无缘看到拍摄了，毕竟已经到了十二月份。 就算是真的要开机，恐怕也要等到二零二三年初了。对此，大家怎么看呢？接下来说《庆余年》二新消息，范若若与范思哲也缺席第二季，观众别拍了。《庆余年》这部戏呢，已经成了很多观众心目中的一部经典。或许就连网文作家猫腻都没有想到，他的这部作品呢会改编的这么火。而《庆余年》的成功原因有很多。 有很多观众认为最大的因素就是其中的选角，一些观众都认为范闲选择张若昀接之事，本色出演《庆余年》第一季收官后，关于第二季却迟迟,迟没有消息，观众们等了足足三年，官方账号才放出即将开机，这样很多观众松了一口气。若是 G I P 搁置，那真是太难受了。然而这个消息公布之后。 网上关于能否请来原班人马，却又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。而就在近日，网上又传出了一位重要的配角将会缺席《庆余年二》拍摄的消息，而她就是范闲的妹妹范若若的扮演者宋轶。关于范若若这个角色呢，在第一季中无疑是十分出彩的，大家闺秀又不失灵气。 作为范闲的头号迷妹，范若若这个角色在播出之后吸粉无数，不少观众呢甚至不惜直言，宋轶饰演的范若若讨喜程度还要在饰演女主林婉儿的李沁之上，堪称全剧最出彩的女性角色。却没有料到这次网上曝光说，宋轶如今只接受女主戏，应该不会接《庆余年二》了。这件事情也直接引起了观众的热议。 大家最开始熟悉宋轶，还是因为《伪装者》中的余曼丽这个角色。在剧中，宋轶身穿旗袍的模样惊艳了无数观众，优雅魅惑却不失英气。而在《庆余年》中，宋轶饰演的范若若却又是另外一个形象。应该说，她不愧是演话剧出身的，演技确实厉害。而并不单单是宋轶，饰演范思哲的郭麒麟，在最近呢也爆出可能不能接《庆余年二》了。 原因和宋轶一样，不接受男配了，并且呢还是相编男配。得知之后的观众更是大受打击，而这也不是庆余年二第一次爆出原班人马缺席第二季了。早在之前，最先被传缺席的角色是肖战饰演的严冰云，因为肖战如今靠着陈情令红了，咖位呢不比张若昀低，再接严冰云的话，不管是片酬还是档期都不合适。 除此之外呢，饰演女主林婉儿的李沁也被传说不会出演第二季，这一点观众呢倒是比较相信。在第一季中，林婉儿这个角色呢并不出彩，与其说是女主，倒是像女配角，戏份不多，还不如宋轶饰演的范若若讨喜。而在《庆余年二》中，关于林婉儿的戏份呢也大幅度减少，说是女主就更不可能了。也难怪这一次《庆余年官》官方账号呢官宣开机的时候，居然没有艾特李沁。 同时呢，饰演庆帝的陈道明在之前也被助理爆料说不接第二季了，这就更让人失落了。陈道明可是原著作者猫腻承认的庆帝最佳人选，作者甚至放话说他写的庆帝就是以陈道明的形象来写的。如果连陈道明都没了，那这部戏的看点又少了一大截。 接二连三的原班人马缺席的消息，让观众对于《庆余年二》的期待值直线下降。一些观众直接吐槽说：“别拍了！”由此可见，大家对于原班人马没能凑齐的不满。《庆余年》呢，其实是一部群像戏，失去了这么多原班人马，还能看吗？当然，消息真实性未曾被确认。但如果说这么多角色的原班演员都换人的话，那么这部戏呢，也确实不值得期待了。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如何呢？好了，以上是本期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您的支持。